又下雨了，这边有一个路口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眼镜，正在骑行西藏的路上。今天早上呢是从泸定县出发，准备前往康定市。没有想到走到这个甘孜藏族自治州这边的时候，天上下起了小雨。我现在呢找到了一处空旷的地方，准备今天晚上就在这个位置露营了。今天晚上把这个给它盘掉。开始做饭啦！应该又会有人说，为什么要在帐篷里做饭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是深山里，外面的话是不能弄火的。我如果在帐篷里面做的话，就会好一点。加水，这边的水的话，像这种大瓶的要5块钱一瓶。